据媒体报道，邹市明最近因为左眼受伤的缘故，不得不选择退出拳坛，全身心接受治疗，期盼有朝一日能够早日恢复眼伤，重返拳坛。27日，冉莹莹和邹市明回家为邹爸爸庆生，喊话重新开始，一家几口在一起庆生，画面很温馨。邹市明在微博晒出了一组为爸爸庆祝生日的照片，并称陪老爸过完生日，吃了老妈亲手包的馄饨，重新上路，加油。照片中，邹市明父亲身着红色的 T 恤，正在许愿，一家子十分幸福。随后，邹市明惬意地躺在妈妈家的阳台上，远处海天一色的风景，海景房意外曝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